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监护人的盲袋儿，哎，这个好像还是没有拆的吧？哎，哇，哎，哇塞，好像是个马桶人掉下去了吧？这滑，哎，从这滑梯这边滑下去，难道会掉到这边？哎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个监控人吧？哎。这个监控人掉到那边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滑梯上好多水呀、啊，我们还是从这边，从这里。哦，哇塞，这有个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个手表发射器吧？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哎，哇，超度暴龙哎，暴龙战车的一个暴龙。哦，这个机身形态也太帅了吧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恐龙形态，变形舰载超能霸王龙。我们打开看一，哎，这被人拆过了。这里边是空的，然后这边那个好像是，哎，哇塞，这个是一个霸王龙哎，也是一个霸王龙，哎，下面好像有配件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边好多水，从这边从这里下去，哇塞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武器，好像是个赤焰剑吧，上面都是黄金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恐龙的头，还有一个这个配件哎。这些配件应该都是那个超能霸王龙的吧？哎，哇塞，超能霸王龙，机器人形态，这也太帅了吧！然后这边那个恐龙的头应该是可以安装在这个上面的，果然可以，超帅的一个霸王龙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武器，哇塞，超帅武器安装完成，一个战斗形态的霸王龙，霸王龙装起来。刚刚这个盒子果然是一个超能霸王龙哎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刚刚那个马桶人是从这，哎。这边有两包奥特曼卡包哎，这个下面好像是一个黄金版吧，最新。哎，这个被人拆过了，这个好像是一个第十五弹的，它是个绝版包哎，我们拆一下，看一下能开出什么绝版卡。哎 ，HR 的一个怪兽，然后是，哦，哇塞，好像哎，竟然是一个捷德耶，尊皇形态的一个 ZR， 攻击是158000，哇塞，这卡片可以哎。那个好像是刚刚那个监控人吧，从那边掉下那个，哎，哇塞，动力推土车，这个好像是暴龙战车三的吧，最新的，哎，豪华霸王龙加上动力推土车，可以组成一个超帅的巨力霸王龙，哇，下面我们拆一下，超帅的一个机械人形态的动力推土车，它配备的武器是破甲激光，可以穿透敌人的装甲，动力推土车，超能霸王龙。